近日，张继科在直播中和吴敏霞连线。哎呀妈呀，这咋说呢？那你也赶紧找一个呗。哎，我不赶紧的。我不找，我这艺人挺好。周冬雨在综艺节目中催婚引证，没想到90后的周冬雨也加入了催婚大军。这一本正经的语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引证长辈呢。引证不为所动，赶紧转移话题的样子，一看也是身经百战啊。保护我们的地球，你就带着这个信念，说不定你不小心就碰到了自己的这个这那的，你以后就这那的。我是 Lena。 Lena 不是跟我们一块走的吗？肖战自己在采访中也曾经透露过，自己的父母家长从大二的时候就有问过他女朋友的事，甚至啊，家里人连房子都给肖战买好了。肖战也表示，现在找对象等于失业啊，这反应太真实了。其实我现在也会被问，就我包括我妈妈也会问，就是说你想什么时候哪个年纪啊接触一下。我说妈妈，我现在谈恋爱就等于失业啊。看来明星也和普通人一样，到了年纪就避免不了被催婚啊。那大家有没有被催婚的经历呢？